不，你想吃啥你就跟你嫂子说，你嫂子能做。哎，别麻烦了哥。有啥麻烦？我这点力度没有啊！你别玩了。哎，捏捏腿。这是你的腿。我的腿怎么的？是不是不得劲啊？不，你没看到家里面来血了吗？不都哪里面水啊？我是不是给你？量那长纹的。一样拿一个不行吗？没完没了。好嘞，快点的。不是你不知道打开吗？给你点脸了。啊，能不能打开？那能。对，好说，你有喂你不？啊，那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嗯，搁大溜溜去了，搁家没啥意思。哎呀，你让嫂跳舞就完事了吗？你去跳舞去。怎么呢？你是啥？能不能去啊？你几个子儿啊？我吧，我平时最愿意跳点舞了，搁家想干啥呀？哎，你看咋样？嫂跳真好。那你看我天天在家训练呢。行了，你别跳了。来了啊，你是不是还有事呢？那我着急走的啊。你把钱给人家吧。为什么？啥？为啥？那人家钱呢？那你给我的吗？我搁这那换水里钱给我哥。不是，我说真着急水里呢，嫂子啊。我没钱，换的现金。行，我下楼送送他啊。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不是干啥？那个，你先忙。不是你干啥？我有话。